完了，应该懂那个意思吧？以后的话就是，当他有改变，改变什么 ？C1 F1 这个跟这个哦 ，then 万年历史啊，所以这个规则很好记。那当然你不用死背啦，反正以后都忘记没关系，参考一下就知道了。没几行东西啊，改一点东西就好，逻辑判断一下。好，所以以后哪一个储存格嘛，那位置如果你有一个，那就一个就好；如果两个，那就偶尔；三个再偶尔就好了。OK， 然后做什么事？呼叫什么事？呼叫那个程序。所以你可以先把那个程序写好，再去处理那个下拉的那个事件哦。好，那试一下。之前哈、哦、它不会动，它、啊、现在会不会动？点一下2005年的，12月按下去，哎有没有换了？11月，哎换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完全不用按按钮，啊，这个时候按钮怎么样？删掉就好了，你可以剪掉了，哦，剪掉，反正就等于是删除。好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完成要的结果了。OK， 好，啊，这样的话，啊 ，C1，F1 OK 之后，这边也是，好 ，OK。但是这个后来我本来是前几期课哦，上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后来有同学说，老师，那你 VBA 对不对哈？那这边的话哈，有这个东西，这个是函数做出来的、啊，那有没有办法就是说哈，这边也通通删掉？删掉现在会怎么样？试一下，没有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程式里面呢，有去抓什么，这个跟这个，但是这个跟这个里面没东西。所以后面的东西就不会出现了，怎么办呢？所以哈、哦，刚刚的这四个东西怎么样？最后如果哈、哦、也要全部 VBA 来撰写的话，怎么做？哦，哎，最后其实也很简单嘛。这个东西你可以不要丢在储存格，你可以丢在 VBA 里面一个变数吧。比如说我叫 D1， 这个就放在 D1， 一直放到 D4。然后就一个产生不是放这里，而是放在这个里面，第一天，然后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然后再来处理，也 OK 了哈、哦。那只是说各位可以想想看呢，先把刚刚的那个部分先完成，我把刚刚的重点先提示一下：一，开启什么 Visual Basic 啊，记得哦，这个对应到它哈、哦，然后里面是 Change， 好 OK， 试一下，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那这个部分将来你就可以配合什么？配合那个下拉式清单，下拉清单改变的做什么事情？所以以后的话，哦，哎，下拉清单自动带出其他栏的资料，或者是带出其他别的工作表的资料，别的工作人员报表移过来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删掉旧的，再填上新的，好、哦，也不会有问题的哈、哦。OK。甚至下拉清单自动产生图表，也许下个学期我们可以多讲一些图表，哦，那这刚好可以顺应那个这个大数据哈的需求，因为我发现好像 R 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可以快速产生图表，那这个快速产生图表也是 Excel 的强项，那如何利用 Excel 里面的 VBA 自动帮你快速产生你要的图表？无论是 2D 的，无论是 3D 的，应该也都不是困难点，哦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，我想也是我们未来，哦，可以纳入的一个，哦，重要的那个课程内容，哦。